北伐动荡的时代，我带着懵懂无知的生命来到世上，人父慈母的恩惠令人难忘，但家徒四壁，以致未来难有希望。从小喜爱小动物，七岁那年冬天，不忍一只小鸡下会被烧掉一半，我细心喂养，爱与安慰它。扶桑的炮火，卢沟桥的烽烟，亲人的离散，举国的人民失去了生命的保障，到处逃亡，四处流浪，逃亡到哪里，流浪到所幸佛陀向我招手，披剃出家，从穷苦的偏乡一下子登上人间天堂。石头城伴着红叶，深山古寺的丛林，寂寞的童心，虔诚如梯如雅。我要不断攀爬，不断成长向上。往事历历，桩桩难忘，三刀六锤的学习，十八般头陀的苦行，是我奋发的力量。师长们的尖锤打骂，原来是一双慈悲的手掌，细细的思量，才能懂得他们一如菩萨的模样。遗憾的是，内战的枪声，苦难的降临，加重了兄弟姊妹的伤亡，战乱的烽火流窜南北西方，是炮弹，是机关枪，是生死吧，把我送到台湾福尔摩沙。几番轮转，以脸示身李觉和等向我呼唤，尽管语言不通，生活虽有差异，但与宜莲人的相处和乐通畅，社会青年们纷纷加入我的行列，我开始了传教弘道，经常和警察捉迷藏。我在寿山建立了第一座道场，这是青年会命养成的摇篮，有同参法侣的陪伴，弘扬佛法并不孤单，大众热心的助长，成就我办学弘道的愿望。五大洲的信众帮我在各地开辟道场，1990年，澳洲建立新的道场。撑住坏空的世间，让人感觉生命如蝼蚁细微。大自然环境的变化与崩溃，让我一次一次与灾民同在无依的生死边缘。面对巫岛人亡，失户悲伤，在伦敦我接受了天主教的修道院，在洛杉矶也接办了基督教堂。我倡导世界和平，我要让普世的宗教同样发光。我发愿
为佛教创办社会大学，这是我出家以来的愿望，倡导百万人兴学，捐地爱心，成就了西来、南华、南天和佛光大学。这许多人间菩萨把大学留在世上，则留给儿孙。我寄望佛光僧信弟子人人都要立志，把人间佛教推展到世界各地，深深印在每个人的心房。要把佛光山打造为佛国净土，佛光永普照，法水永流长。